明明在这忙活一上午了，忙前忙后啊，瞻前顾后。没了吧？啊，谢谢哦。冰冰大采购，这就是冰冰买的所有东西了，昨天订的，今天到的。这些分装的蔬菜呢，是我们每天早上要榨汁喝的蔬菜汁，确保我们的身体营养，用降解袋装的。这个是红烧的，看样子还不错呢。这个呢是牛肋排，这是煎的。今天是新哥的生日，给他准备的全肉宴。新哥现在去丢垃圾。新哥，啊，你完事儿了吗？嗯，你进来吧。嗯，你进来。录我呢？嗯，你忘记了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啊？呀。看，这个是做的是排骨米饭生日蛋糕。这是西瓜。别拔下来。生日快乐呀，新哥！我给你做的红烧排骨的蛋糕，因为新哥不爱吃奶油蛋糕，所以给他特地做了肉蛋糕。今天是新哥的全肉宴，牛排、红烧排骨，那个也是牛排，这个是给他做的米饭，里面都是那个米饭蛋糕。给新哥扒的石榴籽，他喜欢吃石榴，但不喜欢扒。这个呢是生日快乐，你许个愿呢，新哥。然后吹蜡烛，祝我们早日换大房车。吹吧，祝你梦想成真。干杯！新哥开始吃生日蛋糕了。看看这小排骨，真精致啊！怎么样啊，新哥？享受的表情。好吃啊，你看我边上还有黄瓜片儿，你给你围一圈点缀。你快吃一个这个，这个哇，这个是大牛仔骨。嗯香不香？嗯，太香了，感谢冰冰。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给我过过好几次生日，每次都给我惊喜。就是以前的我们住在公司旁边那个小房子，就是冰冰卖的那个房子。我下榻在那个房子里的时候给我过生日，挺甜蜜的。那时候好像有视频，如果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画质好像不太好了那个。准备就绪，就等你回来了。33只羊肉串，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？真真和橙子就是真诚，哈哈。33岁 Happy birthday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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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吃饭没呢？吃了，起身了。Hello， 我们又到了你的法兰克店。你昨天反应跟我一样，果然是我徒弟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害怕？你吃饭没呢？哎呦我去！我开灯了。看。你看这蛋糕，没见过这样设计。然后你看这肉串，你打开。我才知道你为啥给我生气。因为我怕跟你买重了。哎呀，我都哭了，你干啥呀？许愿吧，吹吧。